好了，赶走刘备等人吧，一定要守住汉中这里。蜀军的士气非常高，夏侯渊将军，我们要小心行事啊。冲啊，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快倒下，汉中是刘备大人镇斥中原的要地，请你们快点交出这里吧。我不会倒下，魏国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拼上性命也要守住。真的，我出了性命。由于防御的路障出现破损，喂，这种东西要处理妥当了。不会倒下，要我亲自修整吧。强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我不会倒下。不会倒下。不会倒下。为什么敌军大将会出现在这里？虽然原因不明，但只要击倒他，就能立下大功了。撤！喂，大爷，我正在修理逆猫墓呢，谁来帮忙击退周围的敌人？我不会倒下。竟然在夺取汉中之际失败，我真是不会倒下。欺负勉强，我不会倒下。撤！好，补上性命，冲啊！我不会倒下，真是努力，再接再厉啊！不会倒下。这样逆毛木就修好了吧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有备无患。不会倒下。敌军设置了陆战，这下无法轻易进攻了。我不会倒下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欺负勉强，不会倒下。不会倒下。我不会倒下。目标已经确定，让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我记住你了，此仇下次一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哦，那些家伙终于放弃了，我们赢了。各位辛苦了，不会倒下。要活下来真好。郭淮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。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。